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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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请放掌。我们继续学习第一颂啊，世众圣宝。这个颂呢是全体八个颂的。 呃，一个总颂。当然，我们一般人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没有证悟佛性，所以对于比如意宝还殊胜的众生的存在，我们是漠视的。我们也分到几个层面，我们对一般众生，还有对我们恩重的父母，以及对我们自身，其实都没有认识到佛性生命的尊贵，都把这个无上殊胜。 超过如意宝的生命呢，都是懈怠，呃，荒废，甚至呢是，呃，危害啊！不仅不能够获得成佛的利益，而长结在六道轮回。有一句话说呢，人情纸薄，就是把这么殊胜呢看得非常的轻薄，在怎怎样珍贵的？ 友情啊，恩情啊，亲情啊，这些呢，遇到了一点点小的蝇头小利，都被啊、呃、淡忘了、漠视了。所以这第一句。如果从普通人角度来讲呢，要愿我于诸友情重，视之尤胜如意宝，这是难以做到的。饶意满彼就境力，那这样我们能做到吗？我们普通人根本也是，呃，做不到。 不仅做不到，也想也想不到。可以讲，我们对众生啊，小恩小惠也很难做到；短暂的、有限的、世俗的小小利益都做难以做到。怎么能够饶一满笔就近利啊？利哪有小利、大利，现在利、未来利，啊，暂时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，事件利益和出世间的利益。那就近的利益呢，就是成佛，这些我们根本就谈不上。 我们世间有句话说：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，啊，这句话可能大家听说过吧？就当我们去行善积德的时候，做一点善事儿，哎呀，就很快就退心了。因、哎、为什么？哎呀，人心不足啊，蛇吞象啊，没法做呀。这个也是事实。还有是说，哎呀，你看某某人，我跟他打十次交道，九次都满了他的愿，就一次没有满愿，哎呀，就是是厌嫌了。这也是事实。所以主观的烦恼，客观的对境。 都让我们很难做到。另外，我们如果利益别人呢，是什么样的心理呢？不是饶一满，比旧经历。我们要给别人一点利益，也是有条件的。首先，第一个讲关系，看你跟我亲不亲。你给我八鞭子扯不着，我干嘛利益你啊？有人那就不愿意啊。有有了关系之后呢，讲条件啊，我利益你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呃，讲了条件，第三还讲望回报。 我现在利益你，我对吧？最起码你对我好一点，不要说我们这个一般人关系，就是父子以，他也有这种思想，养儿防老的啊，要对你好，将来的话都靠只靠你的，这是忘回报。呃，第四点就是自夸大，给别人一点的小利，就是把自己讲的对山那么大，我当然对他恩重如山呐、啊，就是自己一点小事夸得很大。 嗯、呃，第五点呢是怨嫌，因为忘回报没报上，或者说不是没有报上，是没有满到他那个报。他投资十块钱，就想赚个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回报率，现在只有百分之十五，他就是怨了。还有呢，回报时间晚一点啊、呃，他今天投资，明天就要回报，人家没对他微笑，嗯、呃，他他心里又不服气。这个我们这样的做随利益众生的心啊，非常的薄弱。 所以这一句要、啊、饶意满笔就尽力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啊。第这第三句，第四句呢？恒常心怀真爱情，这个能做到吗？也做不到。首先是人性无常，爱有条件，怎么能够恒常对一切众生心怀真爱之情呢？那这是大菩萨才能做到的。 啊，举几个两个简单的例子：热恋时的山盟海誓，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离婚证、啊。这怎么能够恒长心怀真爱情呢？那当时好的不得了，哎呀，这山盟海誓怎么怎么样？就是说你费心费力了吧？不要说别人，就这一个对象，你都不能够恒长心怀真爱情，彼此都伤害。所以，这个人性是无常的，爱是有条件的。 达不到条件变了变了不正常嘛，不变才不正常。所以世间你看小说啊、电影啊、诗歌啊，就讴歌永贞不渝的爱情哈，这个友情啊，因为这个非常稀少，所以拿来了讴歌赞叹。但是菩萨要对一切众生恒常心怀真爱情，他也不知道赞叹菩萨。再讲夫妻情爱安，安家很很深重的，也不能够恒常心怀真爱。那么朋友呢？朋友更不说了。 有两句话：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生意场上再好的朋友，为了做生意，啊、呃，钱财反目成仇，这个多的是。我们对忠诚的爱心是非常薄弱的，有条件的，呃，有限的，是变化无常的。所以这一句恒常心怀真爱情做不到。 如果能做得到了，如果我们能够把众生看作如意宝，要饶益众生就尽力，恒常心怀真爱情，那这个世界多好呀！哪里还有杀盗淫妄这些种种罪恶呢？这世界不就好了吗？你恒常心怀真爱情，会去骗他吗？会去欺负他、呃？会去逼迫他？会去杀戮他？不可能。那么普通人呢？ 基本就是这个心情啊，这样的态度。所以你像这样的众生，我就想起释迦牟尼佛所说的“恶业众生皆悉充满此娑婆世界”，那个心啊，非常的这个我执，非常的带刺儿。所以这些，你像这些话，完全跟我们普通人的心理不相应。但是菩萨发心就是这样，就这么发心的。所以，我们看下面呢，呃，圣道门通途大乘的行者。 第一句，愿我于诸友情众。这“愿我”两个字啊，非常的好。愿呢，就是愿意，我自愿的，我愿意的，不是逼迫的。愿是愿乐，我喜欢这样，我这样我就很高兴，没有任何，呃，这个不喜悦啊。这是愿愿就是菩提心。 菩提愿，这是伟大的愿啊！这是一个利他的愿，爱爱众生的愿，所以他是自愿愿乐愿意，也是心甘情愿，这是我愿意的，你愿意他就没有他就不会有抱怨，这是你自己发愿的啊！你要成佛，你要度众生，这是我们发这个愿，愿非常重要，愿是愿望，我有这种愿，我有这种希望，我有这种盼望。 这是我内心，我自动、自觉、自发、自主的做这件事情。这是愿我我不是别人，是愿我这样做，不是说我愿你你这样为我服务，不是的，我一个人对所有众生，我愿我这样做，独自的、主动的，是为众生自觉、自愿、自动、自主。 所以刚才讲呢，没有逼迫，不是，也没有劝请，没有人家说，请你为我发愿吧，没有，自己发心，自己发愿，主动发愿来利益众生。所以，我们无量寿经就说呢，为诸众生做不请之友，就是不请之友吗？谁请他发愿了？呃，发多少工资给他吗？没有的，没有交易，没有条件。所以，诸有情众呢，就是指一切众生。 比如说，地藏菩萨地不空，誓不成佛；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法藏比丘啊，要誓救度十方众生，这都是诸有情众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知道众生知道菩萨发心，它的可贵、稀有难得啊，殊胜超过啊如意宝。那如果以我们佛教来说呢，这个有情众生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。 所以我们讲了十法界、四圣六凡，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，也包括畜生道、地狱恶鬼啊、阿修罗道。所以发心啊是非常的广大的。这种广大的发心，就是说佛教佛法胜过一切世间的呃宗教学说思想，什么爱心都胜过一切。那从哪里看得出来？从发心就看得出来，因就胜。 那果自然就胜、是，你说世间也有很多啊、呃，这个善良的宗教啊，他也提倡博爱呀、啊、仁爱呀、啊，但是他所提倡的只限于人类众生。如果一种宗教、一种学说、一种思想、一种爱心，只限于人类的众生，而不能旁及一切众生，那我们可以说呢，他的境界一定不广大，因为是有狭窄的，只是人道众生。 而菩萨发心，不仅人道，上及天人，下到昆虫，所以冤飞软动之类，乃至看不见的、看得见的畜生、看不见的非人，啊、呃，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这一切都在菩萨发心的范围之内。所以，就是这个发心，就非常的殊胜超越。这是因殊胜超越，那么境界。 新的境界非常的广大，所以如果一个宗教，我们说它呃是不是最高级的，达到什么程度，那看它的境界，它的境界怎么样，只是限于人道，那你有那你有有你有多大的境界就有这么宽嘛啊，所以境界呢一定是不广的。那境界不管什么原因呢，智慧一定不深，他没有观察到，他之所以没有广大的境界，是因为他的呃心智没有开阔。 心眼没有呢，通达一切，所以智慧一定是不深的。那智慧不深呢，见理一定未彻。他所见到的真理，每一个宗教都标示、标榜他见到唯我是真理。那如果真的真理是普遍平等的，结果如果这个真理只限于人类的众生，甚至只限于他的本教的教徒，那么你说这个理见呢，能够透彻吗？啊？ 那么虽然对众生有一定的利益，也发心利益众生，利益呢也一定不大，所以不像我们这里所说的饶益满笔就尽力啊，这个菩萨发心啊，我们从这里看出来，那非常的尊贵难得稀有殊胜哈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随喜赞叹。那第二句呢，是至由胜如意宝。 按照通途大乘法门，他们怎么样能够把众生看得比如意宝还殊胜呢？他到底怎么能看出来呢？这有三个如意宝，三个层面的说明。第一呢，就是菩提心殊胜比如如意宝。因为一个人能成佛，如意宝就是你得到了，能让你成佛吗？不可能，你不是发发财而已，是不是？也不能给你成佛，也不能让你呢呃起出离心。 也不能让你呢起这个、呃、发起菩提心，所以你就是得到如意宝，等于也就是玩一下看一下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菩提心非常重要，一切都可以损失，但是呢，唯独不能损失菩提心。比如说我们的财富，宁愿失去我们的资财、生命的来源啊、滋生的活计，还有一切的诸于善根都可以损失。 唯独不能损失的是菩提心，就利他、利他菩提心是佛法的根本。这样大乘通途法门修行，因为有菩提心才能成佛。菩提心就是佛佛种，成佛的种子。这是第一种如意宝。第二种如意宝呢，就是众生如意宝，就是刚才我们啊这个偈颂所说的，把众生呢看作呢比如意宝还殊胜。 第三个如意宝呢，就是暇满人身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这个身体，这这一期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我们成佛的道器。如果没有这个生命，我们不能成佛。当然，众生我们自身也是众生之一，所以要把众生看成如意宝。我们连自己都没看成如意宝，把自己看说：“我有啥用啊？老了，我这就进棺材当棺材瓤了。” 这每一个人都是如意宝啊，所以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，我们养老事业大有可为，对不对？我们养的不是一般老，我们养的是佛老，我们养的是如意宝。这生命为什么没有尊严？觉得低人一等，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如意宝。那么这三种如意宝呢？我们今天呢，还是从啊众生如意宝这个角度呢，跟大家分享。这可以三个角度。 第一呢，就众生有佛性，有佛性者皆得成佛，所以看众生是如意宝。他不是看钱财，看一个珍珠玛瑙，这个金银珠宝不是如意宝啊，无情啊。不过这些呢，我们讲虽然这样说，道理懂得，你并不能把人看成如意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证悟到佛性，你如果证悟到佛性了。 你看众生就是如意宝，确实能够成佛，你就不会那么简单的看，因为你了解它的价值。你比如说一张这个山水画，呃，或者一张书法的字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突然显现世间，哇，这个搞书法的人整个世界都轰动了。但是我们这个大老粗说。 你们都说好，我不好意思说不好。这啥呀？这不就这样，纸上它几个黑木块吗？你认识不到它的价值，你要认识到它的价值，你就会很保重它。那么诸佛菩萨呢？他证悟了佛性，他看见众生都是佛，真的是能成佛的。你看，我们看他不顺眼，那佛菩萨看他怎么看怎么顺。这如意宝啊，我们看的是那呃瓦砾、乱石块子，那佛菩萨因为证悟佛性了。 所以，圣道法门如果证悟佛性，就能视众生呢，胜过如意宝。这第一。第二呢，他能知道众生，深刻领悟啊，了达过去未来。这众生是我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那不是胜过如意宝吗？那这个道理我们也听说过的啊，在六道轮回期间，生生世世一切众生做过我的过去父母，讲了就完了。 做过过去父母，现在仍然跟他吵嘴。过去是父母，现在是欠我两百万还。对，对你也不不管他。你父母还有什么欠的？为你做父母的时候，为你喂奶，这个推干救食，那一个父母为一个子女，那所付出的劳动、爱心，真是无法折成人民币啊，美元都没法折啊。所以下面有人点头啊，因为他们做过父母的，说是,是这样。 说做父母的跟做这个保姆的是不一样，保姆拿钱三千块钱一个月，干完就行了。那个爱心你花钱能买得来吗？所以你说你你给他五千块钱一个月，八千块钱一个月，你说这个爱心你五五万块钱也买不来。他是天性自然，所以这个父母的恩重，我们做子女的一定要要要要深刻的去领悟它，要感恩。 所以，如果我们了解，如果众生一切是我们过去父母，啊、呃，当然过去父母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可以思维今生的父母啊。呃，前几个月啊，呃，我也,也到了我这个年龄啊，也经常回忆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大概也是我这个年龄，比我稍微大一点就往生了。呃，因为母亲的恩德，你多多的思维啊，所以我觉得母亲的形象恩德也非常非常的饱满起来啊，我就写了一篇。 文章叫做呢《密不透风的爱》，我的母亲啊，当然也很普通哈，普通人一般人也没念佛，跟你们比都比不上。呃，但是呢，在以我个人觉得对我很很大的恩德，她对我们子女的爱心啊，那是密不透风的，把你保护的一点小缝都不让你溜出来，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。我想我们每位母亲对我们都有这样的恩德。那如果我们了解是我们的，呃，过去父母。 那如果我们看众生，这句话对我们都有加持的。如果我们看当中想到说，哎呀，他是我过去父母，我也会经常这样想。那我怎么可以对他发脾气呢？我要对他好一点。那以今生的父母来看，哎哟父母对我这么多的恩重如山，对我这么多的付出，无条件的啊。讲个简单的例子，我妈妈对我，我讲个例子啊，一个故事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家啊，这个新鲜蔬菜种的少，我爸爸就种一些什么生姜啊、大蒜啊、卖钱。 蔬菜就那么几个，茄子、辣椒，什么豇豆，每年就那几个，所以新鲜蔬菜也不多。如果遇到新鲜蔬菜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孩子们就吃的很高兴。平常我我在我印象当中，小时候总是吃咸菜，总是吃腌菜。那么吃新鲜蔬菜的时候呢，我妈妈还是吃那个腌菜。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妈，我说你喜欢吃腌菜吗？我看他总是吃腌菜啊的。我妈就笑了，说对的，我就喜欢吃腌菜。 哎呦，那个笑，那个笑容啊，非常的诡秘呵呵，非常的满足，非常的神秘，好像他的秘密没有被他的儿子发现，他很高兴一样。啊、呃，我虽然是傻，虽然小，但是呢，我母亲这一说，我心里面当时就觉得不好意思，也马上就开悟了，知道母亲是爱我们，他自己呢，呃，省下来，因、呃、为新鲜的蔬菜并不多，让他的孩子吃，让他这个呆的呆子。 啊、呃，还说吃完之后还说妈妈你喜欢吃咸菜吗？哎，就是他自己，他这爱心啊是无条件的，他要藏的深深的，不愿意让他的孩子知道。他没有批评我，没有讲道理，没有教育，只是很诡秘的笑一笑，说是的，我就喜欢吃咸菜。所以你想想这个母亲对孩子，那还说吗？那如果我们了解众生生生世世都做过我们的父母。 啊，是过去父母，是未来诸佛，那我们就可以是众生的超胜如意宝，不要厌嫌啊，不要呢这个烦。第三呢，如何看众生是如意宝呢？因为众生能助我成佛。给你一个真的如意宝，并不能让你成佛，你只是发发财，在那里可能炫富啊，甚至增长高慢心等等啊，这辈子完了就完了。 那众生，比如我们修行六度，我们都要对境；修行布施度，要有布施的对象。所以在昨天，也有法师呢举出《普贤行愿品》第九“恒顺众生”啊这段经文呢，我现在可能也背的不太熟，我是非常喜欢的，非常喜欢。啊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。 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啊，比如这个呃沙界之中有大树王嘛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。生死旷野，菩提树王亦复如是。就是像在一个一片大沙漠当中，沙漠当中如果一棵大树，这个树呢，沙漠里面没有水，这树就会干死。如果树根得到水了，那么它就长得非常的旺盛。在生死旷野当中，这个菩提树。 像大树之王一样，也是这样的。众生一切众生而被树根，诸佛菩萨呢，他的这个菩提正觉就智慧花果，这怎么来的呢？是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以大慈大悲广行六度来利众生，所以就饶益满彼就尽力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所以呢，诸佛菩萨他没有任何私心的，他成就无上正觉之果。 菩提果属于谁呢？属于一切众生。那法藏菩萨他发愿成就无上菩提正觉啊，这就是六字名号，那是为谁呢？为十方众生的。我们就是法藏菩萨这个六字名号的菩提树、六字名号的菩提果下面的树根。那法藏比丘呢？啊，五劫四维，照在修行，一大杯水来饶益我们。 而成就了，所以若不生者不取正觉，而成就他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菩萨发心呢，是以众生为对镜，修发菩提心、菩提愿，修菩萨行，才能成就无上佛果。以此来讲呢，众生对菩萨成佛有有就是决定的助缘意义，所以呢，视众生为如意宝。 我们在众生身上得到的利益，远远比众生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利益非常啊大的多得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发心，他成佛了。你虽然说利益中这些众生还没有成佛，你看成佛利益有多大呀？啊，比如说这里啊是、呃、汶川大地震啦、啊，或者有水灾啦、啊、旱灾、啊，我们去呃帮助人家啊，我们佛教徒嘛都有这个善心。 我们去帮助人家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就会自己起高慢心，说：“你看我在帮助你们，我在整机，我在这个拿钱，我在利益你，然后会起高慢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你要想到，其实是他在帮助你，他成就你的菩提善根。一个农民要不要感谢土地呀、啊？他会不会种地的时候说：‘你看黑土地，我在给你下种子呢，我给你呢。’ 是农民在土地里面得到的多，还是土地在农民里得到的多啊？所以福田啊，菩提正觉众生是树根，所以我们要想到，我们从众生那里得到的利益，远远比我们得到的，我比我们给人家的多的多的多。你这么一想，那是你的这个如意宝啊，是你成佛的如意宝，你当然要对他就好了。你对他好，他丰富的利益大。如果你起高慢，你的心啊就不纯净。 这个心里边这个种子就不纯，那么它的力量生长就不健旺。如果我们利益众生是纯粹纯善利他的，那这个种子非常健旺啊，福报非常的丰厚。所以你钱也出了，对吧？事也做了，汗也流了，结果得到利益不殊胜，为什么？就因为起了一般骄慢心。来，给你吃的，嗟来之食，嗟，嗟来之食、啊，然后人家都。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很体贴的心，这样就不行啊！没有把众生当的是如意宝，应该是把它放到上面高高的顶着，说哎。当然，这个我们都不容易啊。像一些媳妇儿，哎，跟丈夫两个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，咬着牙去服侍老婆婆一次吧。<laughs> 就 <noise> 没有那么真正的去去去去去想哈、啊、发心。如果我们这个想到，你家里面婆媳关系会很好，很快改善啊，是你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啊，助你成佛的。当然，我们讲懂了，只是在课堂里边很感动。哎呀，真好啊！一出门立即忘记。所以这是南行道啊。 第三句，饶意满彼究竟利啊！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利益不仅小利，还有大利，现在利、未来利、事件利、出世利，啊，物质的利益、心灵的利益、短暂利的利益、长远的利益，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成佛。那菩萨发心利益众生，大事儿、小事儿，世间、出世所有利益都要满你，满你的愿，这谈何容易啊！要满一切人，一切人。 一切有情，不论亲疏恩仇。我们一般来说，哎呀，那你给我好一点，我还可以考虑，对吧、啊？我这房子老了死了，我这儿我这遗产给我儿，我不会给邻居的，你放心。为什么？他肯定啊，他他有亲有疏啊，那仇人更不用说了。所以他这个利呢，就是小的。而菩萨发心呢，是一切众生平等利乐，普令成佛。 所以这种发心啊，非常伟大。你凡夫怎么能发得起呢？根本发不起来。说发心，只要你发心，不要你做修菩萨行，你能发得起来吗？就是说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就发这个广大的菩提心，就要从真诚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要从从真诚里面发出来。不要你施行，只要你发心，躺在床上不要干活。 就说你利益啊，你我愿意饶一满笔就尽力，你能发得起来吗？发不起来，一般人发不起来。就讲个空话，你都不愿意讲。哈，你行菩萨道，行菩萨行，你谈谈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发不起来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就这样脑波一扬，凭什么我要饶一满笔就尽力啊？你怎么不饶一我呀？对吧、啊？凭什么我要恒常心快这样？我为什么呀？你是我什么人呀？ 这个自私自利、顽固固执这种心，他不愿意，这就是傻。你发心在那里，你发，如果你真的这样发心，你非常的舒服啊，你心非常松啊，你非常软柔软，自己得利益，但他就是不愿意，不愿意好好好了人家，就白白的好人家，不花你一分钱，他也不愿意。嫉妒心，不愿意别人好，这就是凡夫。你看我们。 拿这个镜子看看自己，都是这样。你真的发了菩提心了吗？你真的发了菩提心就是菩提子啊！这诸佛菩萨都一定加持你的。我们躺在床上扪心自问，晚上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发菩提心？没有，很多支见啊。为什么发不起来呢？你的心没有这个力量，无此心力，无此心量，你没有这个量。你你心里边就是装，你看芝麻粒大小事装不下。 所以我们的心啊，连有时候连自己都容纳不了，你还能容纳别人吗？大家回去想一想，算算账，打打算盘，你能容纳了自己你自己吗？有那么多自杀的，有那么多抑郁症的，有那么多得这个这个这疯疯，这不就是也容纳不了自己了吗？疯了，啊，跳楼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世间过的日子，真是。 你过什么日子？这个说不说多苦啊？看人世界这样的众生，这样的烦恼，这样的内心世界，居然还在这里还乐摇摇，哎，还还在，真是服了你们了，我真服你们了，啊！当然这句话我也是被服者之一哈，真的是这这简直是你说这想一想，还能过吗？这里日子还能过得下啊？所以我们凡夫啊，无此心力，无此心量，也无此心境，发不起这个菩提心啊。嗯 这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心没有开，没正无复性，没有得无上法忍，我们自私自利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四句能做到吗？恒常心怀真爱情，所以恒常就永远的对一切众生抱有不变的真爱，既真实又珍贵。所以恒常心怀真爱情，说这个心境多好，见所有的人。 都真爱他。到了火车站，看见哇，这么多人，好好多半人头寸，这个树洞在那个地方，只有一位发了菩提心的人在那里恒常心怀真爱心。所有的人彼此借提防，别别别别别靠我这么近啊！我的兜这里面有卡，是吧 <laughs> <laughs>、啊？上火车的时候坐那个地方，眼睛根本就不敢睡觉，把我那个珍贵的手提箱锁上。 这心里边都提防着，哪里有对众生有真爱情啊？然后自己先上来的，看三个人位子，我刚来一躺，别人旁边站的了，腿站的六直，都都都因站在来到医院去搭夹板了。你站是你的事儿，我躺着，装着睡着了。这，你这这,这,这是众生的态，都是我们自己，不是别人。那又怎么能对众生恒常恒常心怀真爱情？这个只有阿弥陀佛对我们是恒常心怀真爱情。 啊！诸佛菩萨众生，我恒常爱你们。你能够这样发心的人，所以他们自己藏地的大德也说了，如果能够修行八宗，能做得到，呃，至少就是初地菩萨，或者说是八地菩萨，凡人是做不到的。做不到也要做，为什么？他不做，他没有出路。这圣道门修行难难行难行也要行。我想起上人啊，跟我们讲的那个。 呃，亚历山大啊、嗯，有三句经言，他那个濒死体验里边有这三句经言，你们能记得吗？亲爱的，你将永远被真爱，你不会做错任何事，你不要有任何恐惧。这三句话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说的，对我们每一个众生说：你是亲爱的，我对你是恒长。 永怀真爱情，你是亲爱的，你是我最亲最爱的，你将永远被真爱，不是恒常胸怀真爱情吗？那怎样永远永远不真爱？我们这句话一听我们就高兴坏了。这你看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在小的时候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那就是被真爱的感觉。你在一个有有一种非常大的能量场，有非常大的爱心的人身边啊，你只要在身边，你就感到非常的安全。你像释迦牟尼佛。 对吧？他走路过去，那鸽子呢？被呃老鹰追，但是这个鸽子马上就到释迦牟尼佛的影子里边，就立即就，非常的安全，全部放下。就是你有爱心的人在你身边，你就感到非常的温暖啊，有依靠。你像小孩子啊，我们就我们观察小孩子就知道，有时小孩子啊，他到陌生场合啊，哎，他一看见陌生人啊，你看我们逗他说话，他不。 他就把他帮他妈妈大腿一抱，往后边一缩。那个时候，他也觉得他母亲是他的依靠啊，因为他母亲对他有真爱情啊，所以他心里面感到有安全啊。所以你看，他小孩子抱着妈妈大腿往后面躲着，那个心情就被真爱的感觉。你不会做错任何事。我们在世间怎么批评人啊，就用有标准、有个尺度，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什么对，什么错。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，全对。 你不会做错任何事，为什么？你是凡夫嘛？你是夜里凡夫嘛？你是小孩子嘛？你小孩子还不得还不满月，还不满周岁，你在床上拉屎拉尿，这个你叫犯错误吗？如果说这个时候就批开小孩子批斗会，这个妈妈脑子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小孩子嘛，到哪有这么做错事呢？他就他就我们在佛住佛不在眼里面，不就是小孩子吗？你烦恼业障不自在，没有人故意犯错误的，没有人故意犯错误。 都是业力凡夫，谁能故意犯错误？他故意犯错误也是邪见。他说：“我主动的设计好了，那个都是被烦恼所逼迫，所以犯错误没有谁是故意的。所以要怜悯对方，要慈悯对方。我们也一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就像人得病了，谁愿意得病啊？你们谁愿意得病？底下说我很愿意自己找一个病来得的。” 但是你不愿意得病，你还得了病，那怎么办？这是没办法吗？我不是没办法得病了吗？你看，有人那个最近我们法师有的法师这个肩膀抬不起来，他愿意抬不起来吗？他当然愿意很灵活啊，但是现在你抬不起来，为什么抬不起来？想帮助人，肩膀抬不起来，得了肩周炎。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是我是我肩膀抬不起来。<laughs> 这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说，我们想帮人家，你有力量吗？你抬不起来。 因为他不听你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听话？他那里神经不对齐、不对劲儿了，就是你的思想不能通达。这菩萨不这样，他想帮你就能帮你。嗯，所以我们啊，真是有时候有心无力，更多的时候也是无心无力，少量的时候是有心无力，就是发心的时候还是很少，多数时候心就是死掉了，就是埋掉了，就没有那个心，无心无力。你不要有任何恐惧。 那我们如果做错事，我们就恐惧了，坏了，要要要惩罚我了，阎罗王来了，要六到轮回了。第二个阿弥陀佛来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将永远被真爱，你是我的掌上明珠，你不会做错任何事，阎罗王不会叛你的，你不要有任何恐惧。”阎罗王，我啊，观音菩萨那个拂塔小拂尘，啪一扫，阎罗王退去吧。阎罗王说：“渣，遵命 <laughs>。” 对，所以那你你是阿弥陀佛的宝贝儿子，你担心吗？你你害怕这个有恐惧吗？你说你做错事了吗？说宝宝，你不懂事，做错点事我来应对你，你欠的债我来还。说阎罗王，你看这个够了吗？小嘴儿一弹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六字名号南无阿弥陀佛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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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。摩宝珠还有够不够？不够，给你。阎罗王一看，哎，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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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搁。 拿去帮我分发了，分发给过去伤害的众生，通通发，通通补贴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只要念佛，一切现成。所以这个恒常心怀真爱情啊，好啊，这句话好不好？好，嗯。所以这些我们虽然做不到，法藏菩萨做得到。我们要给要不要给法藏菩萨鼓掌啊？哦。法藏菩萨是为谁做到这些的？ 为我好，我们把这个可以改一改。愿我与我事尽是尽忠，弥陀视我如意宝，饶益满我就竟力，恒常心怀真爱情。好，哎呀，好，每个人都回去一换，换成你。 哎呀，这阿弥陀佛这四句话做到没有？做到了呀！把我看上是他的如意宝，把我看上是他掌上明珠，把我呢，哎呀，满我就尽力啊，给我真爱情，高兴，高兴，啊！所以我们这样想到以后，这是美好的意境。虽然我们一点点也做不到，也发不起来啊，我们的心呢，偶尔使劲发一发，重发轻心，犹如化水。 所以说你发不来善，他说我知道，纵发清心犹如化水，对吧？啊，没有了。不仅做不到，反过来那就不一样了。造恶勇猛不停止，善心难发而易退。讲造恶造罪，那就是自动的，咵就来了。发脾气那老练的很，嗔恨心、嫉妒心、愚痴心，都是很自然的。 所以，如果说有人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圣道门当中有人能够发起这样的菩提心，利他众生，我们觉得我们要不要赞叹？是不是非常尊贵？是啊，那我们做不到，看人家做到，那就是法藏菩萨，就是地藏王菩萨，就是普贤菩萨。哎呀，那你太了不起了，太殊胜了。所以，如果能这样做，非常非常难得。这是按照大乘菩萨修行这四句话啊，我们总结一下。 这个当然，我们看到我们难以做到，就所谓的难行道。那么难行道呢？难行必行。虽然是难行道，但是你必须要去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不发这个菩提心，成佛无望。所以你必须发这个心。那么虽然发了这个心，如果不能实行的话，成佛无望。所以你发了心，还要去努力的实践六度万恨要去修行。 虽然能够修行，而且如实修行，如果不能够生生世世多劫不退，直到圆满，那你还是半路退转，成佛无望。所以你真想一想，那你就必须要再怎么难，迎难而上。所以难行也必须要行，因为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，你种子没有了，还想收成吗？所以再怎么样也要去做圣道法门修行，这是根本。 你离了这个，你就没有一就绝望了,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再难再难也要去做啊。第二就是难行能行，这就是勇猛大丈夫啊，能做到的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，自觉自愿，无人逼迫，没有为什么。菩萨发心了，我为什么？我凭什么？不凭不为什么？不凭什么？就逼自己要成佛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是纯粹的利他。 不讲理由，爱没有道理，讲道理就讲条件，爱还有什么道理？我就是爱你嘛，有什么道理？没道理，爱就是爱，因为爱它是它的本质就是爱，它就是这样存在。爱是佛性的自然功能，爱就是佛心的本质表现。就像太阳光，太阳它发光，它有什么道理？它就是发光。太阳光照在你身上就暖和，为什么？就是这样，没有为什么，就是这样。 佛菩萨爱众生，没有为什么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爱是没有道理的啊，不讲理由的，是由衷升起的，是真诚的，是我们生命的本质。因为你生命的存在就是这样，生命的本质就是爱，没有爱就没有生命。所以他是圆满了自己，也自然会利益他人，自然会有爱心涌现出来。啊，这是他自自然然的，法而如是的，是佛性的功能。佛性就是纯净、无我、利他的爱心。 也就是慈悲，慈悲就是大慈悲、大慈爱。那这是什么？它是纯净的，不像我们凡夫这个爱是杂染的啊，独染。它是纯净，是无我的，是以利他的。所以刚才讲了，像如日淑会温暖世人，像太阳放光一样啊。阿弥陀佛叫无量光，诸佛菩萨也从他的大菩提心当中呢，呃，散发出温暖爱心的光明。 而利益一切众生是自自然然的啊！那我们凡夫能做到吗？这个难行道，凡夫不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主要是没破未破我执，未证法忍，没有证得无生法忍，所以他恐惧，他不安，他自私自利，他人我分别，有你有我，那当然也得保护我，牺牲你没有关系，牺牲我那就太太有关系了，所以不能牺牲我。那那那对不起，就请你牺牲一下，请你做菩萨嘛。 我做凡夫嘛，这些凡夫众生就这样。那如果你遇到的不是个真菩萨，是个假菩萨、泥菩萨，也是个凡夫，那干，两人干起来。那你如果遇到是个真菩萨，那菩萨好好对我来做菩萨，那么船要沉了，我我我我跳江里去把你救起来啊！他也成了菩提愿，你也满了愿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人我分别啊，没有证悟到万物一体。如果你证到无尘法人知道我跟你跟一切众生是一体性的，那你当然叫利益他，利益他就是利益你啊。 自立的诀窍就是利他呀，我们没有正悟这一点啊，我们有人我之间的围墙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所以围墙里边归我,我管，围墙外边我不管，所以他这样来讲不能够真正发起菩提心，真正发起菩提心要利一切众生，就是人我一体，没有人我的分别，你所以说于之众生视若自己，像法藏比丘，那这样发的菩提心是真诚的，就是跟自己一样。 就是为自己为自己利益，那没有你和我的分别，这是真正发菩提心的。那我们如果没有做到，我们在这里发心，勉强发心。哎呀，因为教了这么多，哎呀，嗓子都说哑了，我就替你发一次心吧，勉强发发心。勉强发心都有道理，啊，都是呢口口诵，都是观念，跟我们实际的心情并不相应。啊，这个菩提心是专门发给。 菩萨，我们讲发菩提心，就在课堂里，在早晚课在，在呃，把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面前，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念一遍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、嗯。然后遇到真正的众生，菜市场啊，大街上啊，跟他吵嘴的时候遇到众生，他不念这个了，他专门到佛菩萨念，到佛菩萨耳朵念的好听。阿弥陀佛，你善根圆满了，我到你面发菩提心。 阿弥陀佛说：“我善根是圆满了，福德也圆满了，智慧也圆满了。我不要你发菩提心了，他们还需要你发菩提心啊？这个众生啊，就讲假面话，讲漂漂亮话，当了佛菩萨讲漂亮话。所以，我们懂得不代表做得。我们讲这个道理懂得了，你能做得到吗？不代表想做不代表能做。所以，我想去利益众生，不代表能做得到啊啊！比如说，我们驾驶。” 说你驾驶理论说的再多，一上去开车还是手忙脚乱，一会儿撞了树，一会儿撞了石头，再不撞了自己。你不别上去看，试试看啊！你就一定要练驾，练反复的练，你才能把这车驾熟。这个心也是一样的啊。像游水，你懂得很多理论，看了说哎这样什么姿势，狗刨式、蛙式什么，好学会了，往,往水里扔，淹个半死捞上来。<laughs> 对，练不练你还是不行。 哎呀，烦恼的风浪往里扔，说哎，我在课堂里学的很好，怎么发菩提救度众生？给丢到大街上以后，马上呛个半死，捞回来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。还学书法，谁不愿意把字写的好啊？你看这字写的真好，等你笔拿起来，怎么写都写不准，那怎么办？反复的练，这个发心啊，就要反复练，哎、啊，练了一千遍、一万遍，有一点点像还有像咱们刚才讲的肩周炎。 对吧？他想帮助你，但是呢，他抬不起来。我们的心也一样，我想利益众生，但是没有力量，还半身不遂。我想利益你，但我站不起来。这个就是说你想做到，不代表能做到；你懂得道理，不代表能会；会说，不代表会做。所以这些对我们凡夫来讲，所以有的人会很会讲的很，但是不代表你会做。你说的一一丈不如行的一尺，这个特别在修行当中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四句。 啊，发心呢是非常好哈、啊，能做到的我们要赞叹鼓励；即使做不到的，能发这个心的也赞叹鼓励；即使不是真诚发心的，做样子发发心的也鼓励。啊，不赞叹他那个做假样子，而还是鼓励他往上搞真的哈、啊。好，这节课呢到这里。